全球限量30双那个，已经买过了，应该今天或明天会到。然后，这双鞋兄弟们肯定都知道，这我也特别喜欢，这双鞋非常非常舒服。有兄弟们知道叫什么名字吗？这是科比，叫谢幕式，就是科比穿着这双鞋打了最后一场比赛，然后退役的，所以这双鞋意义非凡，意义非凡。这双鞋现在市场应该炒到1万多，1万多，但这个鞋真的穿着很舒服。科比十一是吧？我也不知道叫啥。然后这个是马布里的鞋，马布里的鞋。哦，这双鞋，这是耐克的，叫零系列，这是耐克零系列里最贵的一双鞋，最贵的一双鞋，这双鞋没穿过，最贵的一双鞋。这个鞋号称非常舒服，但我穿上以后其实一般，是跟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师一块合作的限量版。